出发，出发！噔噔噔噔噔！两次抽奖送订阅的几率是分开的吗？那不是分开的。回28速的意志，哎，昨天我们把这个火拳处理掉之后，哎，回到了忠义宫，一回来，哎，这个宫庙盖出二楼了。最近人越来越多了，快站不下了，我们紧急加盖了二楼。哦，二楼就是一条木板。这次找来的体格都不错呢，从唐山过来的，好可怜哦，连椅子都没有。一找丁桶，我们今天收集到三个令牌嘞。哦，听说你又立大功了，来，药方给你补元气的，多谢啊！回来就可以练布吉拳了。天丁，这个也送你，多谢啊！一直送嘞，血怎么变这么多啊？天丁兄，我师父在朝阴洞有事要跟你谈，你快去吧。他怎么事情那么多？那么多，阿爸先玩个试射牌。娃娃坐庄哦。哎，对，甚至都没有一对的。刚买了一对，加一个，加一个，我加啦。不会败哦，不会败哦，下相对的。吃看麦。有啥咪都没有，每台500钱。哦，这个我去讲完好啊。不会败哦。如果两个人同时要吃的话，是转过来的人先吃吗？来当兵好了。加一个，快到啦！相相对对。哎，对，我旁边那个快满了。不会败哦。不会败哦，足啦。好吃，小牛一个啦，吃看麦，不会歹哦。敢无人要吃甘仔无？吃甘仔无？来当绿色的竹好不好？吃一个，绿色的竹，绿色的竹，应该还有一张吧？哎，只有他赢了。海雕六，三台。再一场，再一场，不远了，不远了。哎呦，这起手，天无开局，我吃，我吃，不会败哦。敢有人的这支？吃一个，我吃，吃看麦。吃看麦啦。我的啦，好吃。对嘛，还被吃掉了。不会败哦。竟然还能拿到一张，哎，好爽。讲完自己，别吃干嘛不？吃一个。绿色的竹，相相对对。绿色的竹，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操作吧？吃一个，就是翻开来，然后手上拿起来。哎，对，绿色组被他吃掉了，是怎样？四色一排，细细白好胜哦，好胜哦，哎，见好就收，赚够了。可怜啊，聊天室躺在这里，现在又要2500块了，好像很贵。
事，我不缺钱。泰鲁格刀208块，再去找人借点钱。这是要去哪里？好像永乐亭的任务。来去劫富济贫。这乞丐怎么飞上天啦、啊？我来救你啦，乞丐！我不知道为什么乞丐会在二楼。哦，有警察哎、欸！警察跟我打架。那我就没办法了，正当防卫。要找的酒我都找回来了哦，还有这个任务啊，死掉不会掉血的，这一种可能会死掉。黄老板，天丁兄，听说你有进去过下水道，我邮票掉在下水道了。好，有件事要请你帮忙。我上次去基隆买了最新进口的新药，掉在火车上了。哦哦。哦，这个是不是要进去那个地图之前就要先解了？帮我个忙，我收藏的鸟瞰图被日本警察抢走了。没问题。好啊，好啊。我任务这么多。刚刚那个任务是说要干嘛？不是要来永乐亭找一个什么蛙哥吗？找阿和伯拿汗药。阿和伯，阿和伯，对，阿和伯自己还要吸药，这两个任务该不会重到吧？盖卡在二楼，先去接主线好了。等缘分到了，应该就会找到了。巴布巴布，哇，这样我没有办法学那个哎、欸，学那个小鸟拳了。不能巴布巴布直接去庙里面了。把布把布，好心的大爷。10%手榴弹的攻击力，感觉我这样攻击力奇高无比。三支令牌都到手了，来试试。然后丁鹏是有问题的，他该不会他在这边把我处理掉，自己去拿宝箱吧？哦，密道打开了，终于打开了，进去吧。哎，
先等等，别急，里面机关很多，先看看。先看看。刚收到情报，岛田带了人马要来抄我们忠义宫啊！先回宫里备战。来，给西都拿出来。好好，令牌要收好呢。哦，他还帮我把令牌收好，还是我先去看看。所以要神拳刀弓对决了。啊，你就是廖天丁，我来试试。哦哟，这女人竟然也会流影拳。廖天丁使出绝招神无影，一招解决。红衣少年消失无踪。啊，你刚才火火哎！赶快叫阿姑。阿姑哦，你到底是谁？哦，他是我师舅啊。剑无踪，我刚刚示范的绝招。神女无踪，剑无踪。遭受攻击前的瞬间，两招只能选一招，是不是？什么阿姑？你最昂姑贵，马克差不多。一招选一招，来剑无踪。都看着爱情，昂姑贵跑走了啦。对战了，先喝个茶。怎么这边还在玩四色牌？来吧，岛田。竟然是在庙的里面打、哦。此时的淡水河，哦，他们是从河那里飘过来的。哦，是那个人。燃烧的淡水河。哎，请大家稍安勿躁，我们聚集了很多人马，有像苏利阿奇这样的高手，也有廖天丁，还有像右边的乞丐，还有左边的这群乞丐，有这些高手在，没有问题。哎，大家都不用怕，这一张避弹神符贴在身上，不怕子弹。哎，上次拿出来的军火，通通拿去用吧。军火呢？我是大侠梅花鹿，按钮，请你让开。啊！按钮裂成两半了。吉鲁，按钮倒了，什么状况？划船都倒了。好。清风两箱军火库怎么没了？军火都被阿台卖到唐山去啦。哎呀，师父，那些人的表情太好笑了，还不能笑啊，清风。师父，我们该办正事了。哦，口哨一吹，上午刚加入的壮汉们把所有人压制住了。
韭菜怎么这么多啊？全都是岛田大人的妙计，以28宿会为幌子，集结所有的抗日分子，一网打尽。大家台日一家亲，不好吗？难道阿丁错了吗？若没其他事，我们就走了。零牌你没提出来。哎呦，令牌！抱歉了，师傅，我觉得对客户还是诚实一点好。丁鹏，你可真是高明啊！这三面令牌本来就是各凭本事。师傅，老实说吧，你那传说我是不信，我也不想进那古墓。啊，丁鹏也挂了。如此这般，如此这般。事成之后有破案奖金，还有个官职。内鬼还想当官哦？哦，阿奇，阿泽，阿奇，没人陪我打牌啦！啊，师傅，小鸟拳我还没学啊！前辈，谢你啊！我全不要啊！啊，火拳也死了。前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行了。哇！廖天丁即将要被枪决的时候，胡子大叔来了。我把村民全都放了。岛田雄之介，当你说灭村，我才想起来啊，云林大屠杀的领头军官岛田少佐。一刀不留人，台湾有矿有林木有农作，但是这人没有用，没时间废话了，全部枪决。这个做事很快哦，在这个庙浪费太多时间了，再不去就要错过妖力最强的时辰了。这些警察怎么打不过？喂，死定的，今天你别想要出这个门。嘿嘿，抓得到我再说了，急急如律令。那又吹起来了，拜庆啊拜庆啊，进来酸了，不能有啊，打狗不丢一下，拜庆拜庆，嘿嘿，进来酸了，拜庆拜庆，嘿嘿，酸啊你。拜下就是外面的警察。拜下拜下。
我抓过你！是你！快下，快下！是你！你还好吧？哈哈，啊哈，啊！哎，真不哎，我不喝多了。火拳还活着。廖天丁尝试运气为苏丽疗伤。真不哎，台湾就够灵啦。啊，台湾究竟还行不行？岛田最后给清风的任务是他要去街上散播假消息。千真万确，我要是骗人不得好死。难道廖天丁是台奸？你不觉得奇怪，警察怎么永远都抓不到他？今天忠义宫大屠杀，他跟岛田联手，28宿会已经全灭。师父为了让我脱逃，已经牺牲了自己。阿牛他也被杀了。哎，你要去的话，这个给你。原来28宿会只是骗局，大阿平西甲清风啊，根本就是岛田的妖孽，联手要杀害控制技术。刷落来，清风搁四界咧放风声，互大家叫是聊天顶，才是三脚一本人的走狗。啊，岛田摕到三块令牌了后，就要来去妖灵抢夺宝藏。聊天顶敢有法度阻止一切的变化，搁再洗清家己的枉屈咧。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第六回，期待警察一追击。第六回。然后给他刮了去。喂！哎，我这有急救包，来。多谢。胡子大叔还帮大家治疗哎。啊，他有受伤哦。哎，先輩。不用担心我部下就快要过来了，快去阻止岛田。宫里的人就交给你了，看来清风说的是真的，廖天丁一定要你付出代价。啊，旁边还那么多人在打牌呢，我的天啊，打牌要紧。得赶快追上他们！我老伙仔人呢？哦，丁鹏还活着！乌云罩顶，紫气冲天，戚家宝剑要出鞘了！进来酸了！戚家刀法，戚
家刀法在哪里呢？哎、欸，有车哎、欸！就是来给石头砸的吗？等我抓过你！
机关哦！哦，这是我被飘在上面吗？啊！应该是可以。不行啊！他得走这条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啊。上面应该是拿特殊东西的。不打一定睡不着哎。好烫！
本人怎么这么怕火啊？他们就火炕没满哦，我火炕满了就可以撑一下。台湾人就火炕比较高，平常都喝肉茶，喝岩浆也没有问题，借一点。上面都有警察，还送钱的啊！Huh!
要上去搭车。关可以把车给打开。车应该是从这里面跑出来的。上车喽！左边跟上面，好吧，往上走看看。哦哦哦！原来本来在用这个飞鼠术哦。本来就是要绕下去一圈，然后回来。哇，回不去了。哎，奇怪，怎么可以回到刚刚那个重置点？把我杀了吧！可恶，怎么从车这里开始了？怪怪的！哦，怎么要走这里？哎哎哎，怪怪怪怪怪的，好像卡了，哎，好像卡了，卡了卡了。从刚刚喝茶那边开始，曹英洞，哎，正常应该是要先打完这个，然后从那条路回去吧。陷阱，有陷阱。天哪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这里有这么多的财宝。这岛田把大家都处理了。松村教授有交代，务必要等他到了才能进入。等我七家刀拿到手，台湾总督也动不了我。我进来。啊啊啊！啊！入魔了。左边呢？哼！可接可接。今ここで死ね！哇！野兵们，哇、哦，冰之呼吸！牙突！死ね！
ここで死ね。わあ、死ね。あ、懂了。この剣の力を思い知ったか。犹豫就会败北。今ここで死ね。哇，不断去超级。この剣の力を思い知ったか。我想说吃个包子，吃挂包错了吗？打老熊！今ここで死ね！死ね！吃个包子，吃个包。この剣の力を思い知ったか。あ、不演了、あ、不演了。完全不演模式启动。死ね。七家妖刀解放了，我飞起来了呢，呜，哈兔，哦，我要反跳。死ね！啊！雷之呼吸！今ここで死ね！他拥有所有的能力，哎呦！この剣の力を思い知ったか。他全都会呢。今ここで死ね。Yeah.
ね。哎，掉！哎，掉下来了。この剣の力を思い知ったか。啊，技能也看够了，是该解决他了。今ここで死ね。ここだ。哇！他的刀好突然。原来是攻击他人情的弱点，知道吗？死！ここだ。今ここで死ね。この剣の力を思い知った。不是不是，我那个回避啊，怪怪的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没有输。今ここで死ね。
将军第二阶段。忍术飞鼠术。来掉。今ここで死ね。好像那个蓝圈的时候都可以，不用那么极限。哎，对，死了，哎。阿丁，这个。今ここで死ね。将军，他怎么没补啊？我知道我的宝去哪里了吗？この剣の力を思い知ったか。喂，有补了，有补了。闪到了，这么突然！不动，行！
管就好。死ね！好，多段伤害。啊！今ここで死ね！这种游戏就一个重点，绝对绝对不能烂。黑影第二阶段，高级技能对他无效。看来应该是要先闪招哎。哦，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完完全全明白了。この剣の力を思い知った。怪怪怪怪的。好了，不演了，不演了。完全。死ね！今ここで死ね！死ね！打我打我好死ね！今ここで死ね！ここだ！ここだ！死ね！死ね！今ここで死ね！他这个是什么 bug？ 今ここで死ね！死不可！
怎样？不动。说到刚好在那个圈圈边边的时候，不好按。没掉，没跳过去。啊，出一点意外，我只能说。今ここで死ね。
对，この剣の力を思い知ったか。阶段不用。完全不用。この剣の力を思い知ったか。死ね。今ここで死ね。躲一躲之后，然后下来。
上冲了没出来？哭啊！自己撞到了。谁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块上冲都回去了，看得没反应。呀呵！ここだ。今ここで死ね。呀呵！要小心，要小心。今ここで死ね！我怎么这么高了？死ね！死ね！还被他打到这么高，好不好？今ここで死ね！今ここで死ね！
死ね。要按在那个边上才行。有哪里怪怪的？只要一过那个边呢，就直接拔刀开砍。啊啊啊！狮头！
我掉下来了。老千坑，廖天丁，阿玲怎么会在这里？阿玲想杀我，没想到你是背后主谋的大台奸，别被清风骗啦、不是。被清风杀了。燃烧的矿坑，廖天丁葬身大海。时代将两人拆分开，社会稀微，哀怨满天。结束嘞，不敢跋落风尘的伊，无我无伊，淡淡的月亮当时伊，点点问天，但无答应。犹原是无了的深情，少的输气。在战乱的社会，为世间人惜罪，不忘有一天日子会好过。牺牲淡薄青春算什么，是你给我的鼓励。在战乱的社会，为世间人惜罪，身躯内满看范刚哎，侦侦警官也没来。无望的时代，当时才会当吃一顿饱。无命之路看来嘛是为着多生活，即嘛是要哭无声，即嘛是往死无命，即嘛是天公未来看嘛，不知要安怎归去。青春放好去，无惊无代志，其实我讲话声音真滴够响气。结拜兄弟，少少的咱嘛规定，团结大家的志气，开下坐伫遐等死。想听，免做想看，行出一个门关。本来对家己都不得安生，会当笑我空，会当笑我戆，就算外头给我一刀，我嘛会当原谅。不惊，飘浪鸳鸯的船只，一定会靠岸。就算我满身伤痕，嘛一定回来陪你行。为世间人受罪。一生淡薄青春算什么，是你放下自己的鼓励。世间人受罪误解嘛无问题，身躯内我为土地一回，我把我来还回，我嘛袂后悔呢。甘愿为情无情创游游戏股份公司，这是新的台湾公司啊！廖天丁合格，再去上个厕所，等要来阿 Z 的童年时光喽。
款章打完三个小时了。不长嘞，我觉得其实中间那个地图做的蛮长的，怪还挺多的。但只都是一些杂鱼怪。来啦，来去养小孩了。女忍者应该跑了吧？火拳都挂了。Glowing up， 会玩天堂 W 吗？应该不会吧？没有时间。